这下打得好啊！别玩了，现在你妈过去睡觉，你回来。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妈。现在是十点了，俺家老大的作业还没写完呢。这个老二呢，写完作业，他哥不睡，他不睡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欠糊，知道吧？我咋了？几点了？那你第二天又补齐的时候，你咋不想想？自从俺家老大上了初中之后，这个老二十点之前就没睡过觉。妈，你啥意思？你还能怪我儿子？那你说不怪你怪谁？那我不写了吧，我现在去睡去吧。反正老二说了，九点半之后写不完也不用写了。老师的其他的话他没记住，就这句九点半之前写不完就不用写了，这句话记得死死的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？你现在你是叫我写，你是不叫我写？我发现我也是够难做的，我也让他写吧。他明天上课没精神，他又得说，俺妈妈让我写作业写到十点多。我也不让他写吧，他的作业又没写完，到最后我会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这个恶性循环。说白了，你对俺老师的话就是选择性而背。俺老师说，不让俺看手机，不让俺看电视的时候，那一直把这个事挂到嘴边。哎，老师说九点半之前写不完作业，人睡觉也都管了。哎，你说，哎，没写完作业不准睡觉，你这就是选择性而背了。看见吗，朋友们，现在的父母有多难呀！针对这样的话题，我选择沉默。你还在这敲桌了，滚！睡觉去啊！这下打得好啊！看吧，还跟你嬉皮笑脸的，说明啥？我的父亲，咋视而不见是咋？人家的鞋底都撑上来了。上山！自己人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个行吧？鬼忙伺候。走。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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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回事？啥？就闹一阵子呢，就这样就把他牵走了。那咋了？他下回还这个样子？不敢。你下回还这样吗？不让了。再这样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溜你了。走，睡觉去走。你不躲，我躲。姐，我作业写完了。那写完睡觉去呗。我也要抱抱。人家也要抱抱。抱不动咱呢。抱不动咱呢。北野中。啊，北野中。咱俩太。太管不管？不管，我要背。小心把恁爹的老腰压断了啊！哎、我嘞乖乖，140多斤的背170斤的哈。带劲了！儿，你减减肥吧。还有2步远，走完还有2步。加油！鳄鱼从后边躲了一脚，快一点呢。那装能狠呀、啊！哎呀，那能会装啊！哎呀，真会装。陈小姐。多的不是恁爹吗？他多了我。好了，看错了，原来他以为是恁爹的腚嘞，没想到是你的腚。好了，睡觉去。朋友们，你看俺家多热闹，天天睡觉的时候都得来这么一出子。